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净行品》第十一，清凉大师苏超的第二段。陈所问中有二十云火，总十一段，断过十句，成一百一十种德。第一段名三业立过成德，第二段的勘传发起，第三段成就众会，第四段居道因缘，第五段于法善巧，第六段修涅槃因，第七段满菩萨行，第八段得佛这个德势力智。上一次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，现在接着看第九段呢，舍妄净护啊。此地所说的舍妄，就是中国人世俗所说的十殿阎王。一个发菩提心、修普贤行的人，十殿阎王都尊敬，都做你的护法啊！这个是属于增上缘。第十能为绕仪，一是利益，绕是丰饶啊，也就是说能为众生带来最殊胜的利益啊，最殊胜的利益是什么呢？现在人谈到利益，没有不懂得的。所谓的利益呢，都指的是财富、权威啊，以为呀。这个是利益啊，这些不能说不是利益，不是饶益啊，因为这些利益只能解决眼前的一些小困难，不能解决生死大事，不能解决轮回的问题啊！所以这个利益了，不是大利益。古代的读书人，不单是在中国，外国也很多。啊，真正做学问，真正懂得提升自己的灵性，
都把物质生活看得很淡，没有把名闻利养啊放在心上。啊，在中国，你看看孔孟，看看老庄，啊，在外国，你看看释迦牟尼佛，啊，你看看这个世界上许多宗教家们，啊，创教的这些宗教家们。都是给我们大家示现的苦行啊！啊，一生不辞辛劳，教化众生啊，劝一切众生断恶修善，破迷开悟，这样才能够离苦。的乐啊，乐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苦呢，有时候啊，我们看起来它并没有离开啊。那么，在中国，颜回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啊，颜回。但是飘影居陋巷啊，人不堪其忧啊，是回也不该其乐。这几句话是孔夫子对他的赞叹啊。那么从这几句话当中，我们知道颜回的物质生活非常贫苦，没有财富，没有地位啊！我们社会上认为这种人是贫贱之人，贫是没有财富嘛，贱是没有地位嘛。啊，颜回并不以这个为忧虑。他每天非常快乐啊，用现在人的说话呢，物质生活贫乏，精神生活丰富啊他以孔子为老师啊，夫子之学他真学到了啊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啊！啊，这个悦是内心里面的喜悦啊。至于他贫贱、短命，夫子说。那是天也，天命呐！在我们佛法里面来讲，颜回也是菩萨示现。虽然时间不长，给后人呢留下一个最好的榜样，好学不倦呐！啊，夫子肯教，他肯学，学得很像。啊，至于富贵贫贱啊，
儒家说这是天命。在佛法里面讲呢，这是因果。人到这个世间来，佛在经上讲啊，两种力量啊，业力。第一种引业，引导啊你到这个世间来啊，这是什么业呢？过去生中曾经真正的学过五戒啊，那佛法没到中国来呢啊，没到中国来，中国的这一些前辈们教人五伦五常啊，五常是常道啊，不能够离开的啊，仁义礼智信。仁就是不杀生啊，义就是不偷盗啊，礼就是不淫欲啊，啊，智是不饮酒啊，信是不妄语啊。你看看跟佛家讲的五戒没两样。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处事待人接物都能以这个德行为标准啊，仁义礼智信，这个人不舍人身，来生呢还会到人道来啊，这个是引导你到人道来受身的力量。至于得了人身之后，确实有贫富贵贱啊，寿命长短的等等不同啊，这是另外一个业力，叫满业啊，圆满的满叫满业。满业就是你前生所修的啊，这一生你会报得啊，你命里面有财富，过去生中喜欢呢修财布施啊，啊，欢欢喜喜修财布施，没有吝啬，没有后悔啊，那么你这一生当中的人生呢，你命里都有财富啊，无论你做哪一个行业，钱财源源不断而来，命有的，命里头要没有，无论做什么行业你都赚不到钱啊，所以钱财啊绝对不是人用什么巧妙方法计谋能够赚得的，没这个道理啊，你命中啊前生注定的啊，前生所定的这一生当中受用的时候，天天呢都有加减乘除
因念，与道德相应，你命里面的智慧、财富、德能，甚至于寿命都增加。啊，如果与伦理道德相违背，心行不善，那你天天呢就有减损啊。你行大善，这就有成了、啊、你造大恶，那就有除啊。所以每一天都有加减乘除，每年都有加减乘除。佛法里头讲得透彻，如果我们把这个道理、啊、参透了，在这一生当中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啊，念念利益众生，饶益众生嘛，啊，念念呢，损己利人。对了，可不能起念头啊，损人利己，损人利己，折福啊。啊。损己利人呢、啊、这得大福报啊。啊，我们很富有。啊，日常生活当中只要生活能过得去，不可以奢侈，能省的一定要节省啊，节俭呐、啊。节省下来的财物，不是给缺乏的贫苦人呐、啊。啊，常常照顾大家了，你这个福报是天天在增加如果是一生当中几十年都不中断，都不改变，都不退心，晚年的福报是大幅度的增长。得富贵，得长寿，得自在如意啊！所以你懂得则肯修，得到这些怎么样呢？帮助更多的穷人。中国历史上，宋朝的范仲淹是个最好的例子。啊，范先生是虔诚的佛教徒。做到宰相啊。国家对他的赏赐啊，有功于社稷啊，赏赐很多啊，一生过平常的日子
借神下来的时候，帮助300多户啊，贫穷的人家，啊，所以他们家里子孙代代相传，到现在后代都非常好，祖宗积的德太大了。啊，我们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读到，啊，印祖说中国有3个人了不起啊，啊，第一个是孔子，啊，孔老夫子说法不施，啊，教人。你看他的后代传了70多代了，啊，他的后代在今天的社会还是受人尊敬。啊，有一年我听说，啊，孔德成先生，啊，这个是孔老夫子的后代，啊，到旧金山，在海关呢，这个美国人知道他是孔老夫子的后代，对他特别礼遇，祖宗的光辉呀！啊，第二位呀，就是范仲淹。啊，你看他们的家，传了800年不衰。啊，第三位是说清朝。初年有一位姓叶的状元，叶状元，啊，家道300年不衰呀，啊，积德之家了，行善之家了，啊，值得我们学习。凡是心行不善，损人利己，干这种事情的人，能保持3代都很困难。啊，他能保持3代，过去祖宗积的德大。啊，如果积的德不厚，一代就完了。啊，自己这一代死了以后，儿女家败掉了。啊，甚至于更悲哀的，自己到晚年破产了。啊，经营的事业倒闭了，啊，那么这是在我们现前社会，我们看的太多太多了，啊，你要问什么原因呢？不懂得断恶修善，不懂得积功累德，不懂得帮助别人。啊，菩萨修普贤行，啊，这个里面所讲的第一句非常重要啊，三业立过成德了，啊，生于一业，没有过失啊。他当然给社会、给一切苦难的人带来真实的利益。幕后一句超生尊贵，圣是属圣，啊，他的大德
大仁、大爱，为一切大众所尊重、所推崇啊。所以你看佛经里面称释迦牟尼佛，这是大众对释迦牟尼佛的尊称呢，称为世尊啊，世间呢最值得尊敬的人叫世尊呐、啊，啊，天人师啊，啊，不但是人间的导师啊，啊，诸天天人都向他学习啊。那么这个十一段中，这都讲啊，介绍的时候，这个这一品经啊，总共就是十一段。他说此十一段中呢，若就相显，相是形象啊，显示。第二、第四又第六啊，是此三为因呐、啊。啊，那么第二，堪传法器；第四呢，具道因缘；啊，第六啊，是修涅槃因。啊，这三个都是从因上讲的。八即十一，此二为果。第八是得十力智，啊，这个十一是超胜尊贵，统统是从果上说的，啊，从果上说的。那么其他的呢，俱通因果，啊，与啊有因有果。或设为四对因果，啊，那么这个讲法也能讲得通啊，四对。初二十句问复因复果啊，先说因呢，后说果。他次二十句问会因会果啊，先说果后说因。第三呢，二十句问巧解因观行苦啊。第五啊，啊，第四有五段啊，这一段经文很长啊，问的是修行因成得果啊，这里头又分五个小段。初一第一段是为因，于四是果，啊，后分为二，初十云何，啊，这个十问，问进行体，啊，这是问因的意思，啊，后十个云何呢？问所形成，这是问果的意思，以善修七缺等啊，也是静心之能故啊。七缺就是七缺智，后面会讲到啊，后面会讲到。说戒言云何得者？为修何行而得之也？啊，这个并不难懂啊，云何得者？修什么样的因，得什么样的果啊？所以修善因呢，一定得善果啊。那你造恶业呢，肯定是得恶报啊。因缘果报啊，丝毫不爽啊。所以初始往后，故设为因，妄力
啊，立缘巧缘，成进行体，这个就是果。啊，但虽然是果啊，它不是缘果。啊，未是缘果，而是分果。啊，缘果是圆满的，分是局限的。啊，不是圆满的果报。故上总云举果真因呐、啊，这个是把段落呢就交代清楚了，啊，下面这个一段一段的来看，啊，是经分为二，粗之一段呢总问其果，啊，这一段呢很重要，啊，后别名。那么经粗十句，啊，这个就是总问其果。我们看经文，啊，这个十句啊，我们通通把它念下去啊。佛子，菩萨云何得无过失？身与意业，这是第一句啊。云何得不害身与意业啊？这第二个云何？第三句呢？云何得不可毁身与意？云何得？不可坏身于意，云何得不退转身于意，云何得不可动身于意，云何得殊胜身于意，云何得清净身于意，云何得无染身于意，云何得至为先导身于意业。这个诗句，总而言之，是说得证自信圆满大法，大圆满大法。我们看清凉大师在疏钞里面给我们说明的，得此十种三业，成下十果。下面是十住，也就是说得这个十种圆满殊胜的三业，身与意业，这才能成就啊十住菩萨的果报功德了啊。十住菩萨是从十心位修得的，那么怎么个修法呢？具体的就是这一品经给我们举这个例子，141首偈啊，141愿，也是141精行啊，有愿有行啊，愿就是行，行就是愿啊，成为普贤行愿。
这个诗句是全经十一大段的总纲领，啊，每一句后面就有一段，啊，怎么个修法？啊，缘何得吗？怎么个修法吗？告诉你修行的方法。清扬大师在书里头说，有无过三业，故超甚尊贵呀、啊！啊，你看这是第一句、啊、问题，怎样得无过时生于意业？啊，我们今天生于意业，过舍无量。是性位的菩萨，真了不起。身于意业，没有过失了。他们超越十法界。啊，不但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。啊，到哪里去了呢？到华藏世界去了。啊，华藏是一真法界。啊，所以得超身尊贵。啊，超是超十法界。啊，是十法界的导师啊！啊，所以我们称他为世尊，称他为佛陀。华严上原叫初住菩萨，他真的是佛，他不是假佛。啊，天台大师六界佛里面。分证即佛，前面讲的他不是圆满果，他是分果啊。那么向上呢，从初住往上去啊，四十一个位次啊，这就是给你讲，后头给你会说到啊，为什么《进行品》里面啊一百四十一愿，这个一百四十一愿有讲究的，不是随便说的。一百就是实信行满啊，实信行满了、啊，实信每一性里面。都具足实性，所以十乘十一百，实性位所修的啊。那四十一呢，是你从原教初住开始，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，四十一啊，这四十一个位置，一百四十一啊。啊，最后一位呀、啊，妙觉位，啊，那个没有过失，啊，那是圆果。这个四十一位呢，都是分果，啊，没有到圆满，啊，都是分果，啊，所以只要沾上这个果，就是化身菩萨，化身如来。
啊，没有达到究竟果位吗？到圆果吗？分证佛啊，位置越往上啊，就越接近究竟圆果。那么这个德庄寺在前面呢也曾经做过好几次的报告啊，设法界里头有修有证，向上一桌呢修证还有没有呢？不能说没有，不能说有，为什么不能说没有呢？那就是它是分果，它不是圆果，当然有修啊。为什么说它没有呢？向上去就是圆教粗入往上去，这个三业的过失啊都离了啊，也就是说他们那些人不但没有分别之处，起心动念都没有他们修行啊没有起相啊，不但你看不到啊，你想都想不到，所以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啊。我们对他们的称赞只有超胜尊贵啊，称之为世尊。这一句总说啊，总说下面说又不会害啊，就是云何得不害甚于啊，慧是成慧，嫉妒成慧，这才会害人呐！啊，他没有成慧，没有嫉妒，所以他没有伤害一切众生的念头。啊，不伤害众生，反过来看利益众生，他尊重众生，包容众生，爱护众生啊，帮助众生，故常为饶益啊。那么我们反复，尤其是现代的社会啊，一般人没有接受过圣贤教诲，满腔的怨气，怨天尤人啊，充满了愤恨嫉妒啊，总是看到我不如别人啊，我的地位不如人啊，我的收入不如人
我的享受不如人。于是我听说许许多多大学生啊自杀了，啊，为什么自杀呢？满腔的怨恨，能不能解决问题啊？不能。啊，如果你常常读佛经，你就晓得，你到这个世间来，是来酬偿你过去生中的业报。明了之后，命里面是平静，安于平静。啊，我造的因嘛，我总要承受果报嘛。命里面是富贵，安于富贵。明理的人，了解事实真相的人，一生不怨天不尤人，又何况命运可以改造啊？诸位多了凡思训，就明白了。佛门里面常说，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，这个道理云谷禅师教导袁了凡先生啊，他明白了，他觉悟了啊，认真努力改过自新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啊，果然不到三年呢，命运就好转了，愈转愈好啊。啊，命里面没有功名，他得到功名。啊，命里头富贵有限，他的富贵增加了。啊，命里头只有53岁，他活到74岁，延寿20年了。命里没有儿子，啊，他有个好儿子，啊，天启。所以命运操纵在自己手上，不在别人手上啊！别人说替你改造命运，那是假的，那不可靠的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啊，算命先生说我替你改命啊，你要拿多少钱给我，那骗你的。他要能改命，他为什么不把他自己命改过来啊，自己他都改不了，他怎么能改别人的？啊，佛法讲改造命运呢，是你自己，不是佛。佛菩萨帮不上忙，佛菩萨教你方法。啊，教你回头是岸，改过自新，天天要发现自己的过失，把自己过失改正过来，这真修行呐！啊，修到自己身与意完全没有过失了，那你就跟华严净心品相应了，
那就恭喜你，你不但超越六道轮回，你超越十法界了。啊，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了。啊，所以这是真正的饶益。啊，嗔恚之害非常严重。啊，《大乘经》里面常讲，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啊！啊，别人真正是无缘无故，我们以善心对人，人家以恶意相报，你有没有嗔恚心？如果你要有嗔恚心，立刻要觉悟。啊，我这个嗔恚心生起来，对方受害小，自己受害大。啊，我报复他，我恨他，对方受害顶多三分，自己受害呢至少七分。诸位要知道，这叫真正是得不偿失啊，错了。如果你的念头一转，我对他有恩有德，这个人忘恩负义啊，还要回报我，侮辱我啊，伤害我，我完全原谅他，完全不放在心上，没有一丝毫怨恨心啊，更不会有报复的这个念头，这个是自己修了大德了啊。这个大德是，这个大德是对方这个成就的啊，不是对方这个恶行，怎么能知道自己的功夫呢？啊，怎么能知道自己的涵养呢？所以不但没有怨恨心呢，反而有感恩的心。不错，这种对我考验考验我的功夫到什么程度了。啊，对方有灾难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了，一定要帮助他。啊，这个叫积功累德了。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呢，不念旧恶，不憎我人。啊，他之所以忘恩负义，在现在来讲这是正常的。为什么呢？他没有受过圣贤教育，他不知道宇宙人生真相，不知道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啊，才做出这些不善的事啊！啊，怎么可以跟他计较呢？啊，所以看到只生怜悯心啊，同情怜悯，不生嗔恚。这个才是常为饶益啊！那我们这样做，
一时他不懂啊。过个几年，慢慢的他会想到啊，某人真正是个好人，我恶意对他，他还是以善意对我啊，我有困难的时候他还是乐意的来帮助啊，所以总有一天他良心发现，他会回头啊，同时我这种做法也能感动周边的人啊。什么叫善行？做出示范来给人看呢，不是口头上说的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啊，我们休息几分钟。